我神药，而你们只需要相信我。相信我？不，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医生。给我洗了，哼，至少饿不死吧。切，相信我，在大祭坛献上你们的贡品，我将拯救所有人。
救我点声音吧。哎呀，这巫师太厉害了！是的，我这是什么呀？天神下凡了！太厉害了！